因为小明和逆波实际上是有差距，那解释的话小明可能会觉得我的实力比解释要强一点或者差不多，那看小明这盘会怎么打，就不会打那么拼。可能新版本里面解释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比赛的直播里面，我们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解释的比赛了，很久没看到比赛了，这次也想看看他到底现在水平怎么样。其实前新版本刚现在这个阶段还是看大家理解怎么样，对，理解好的选手可能你基本功有些不足，但没关系，你只要理解好你还是能够赢比赛的。对，而且大家不用担心那个，不用担心 IA 他们，就这次他们不出现的话，因为我们那个三年计划的这个还是会继续做的嘛，就我们莱比锡站应该还是会送一位选手出去的，大概是在一月底的时候。嗯，但是具体是不是送 IA 的话，这要看最近 IA 的表现了。如果对，如果他状态还是那么差的话，我们应该会换一个状态比较好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不要是表现，我们就做个这种预选赛，通往德国之路，弄个卷拔赛，可以，对不对吗？可以。谁牛逼谁去，这个没话说的，大家。哎，对，也可以。我们也不说什么年轻和老将，都不要了，就是你打嘛，你打出来打到就是你的。到时候我也去报个名，说不定我也能出现。不干嘛？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出现的啊，我们就折现，这个奖金就放好。我们把这个钱弄到下一次。好，我看比赛。哎呀，你帮自己创点收嘛。好，这边解释飞一下，稍微看一眼啊，问题不大。嗯，小明的打法也非常稳健啊，提狗速，提房子速度。他们说 IA 的过千几率比较大。不，当然前提是你这个签证还是要几率大一点，你再来报名啊！你不要打了个名次，最后签证过不了，你不要浪费别人的名额呀。好，压一波之后，解释回家，打得非常稳健啊。双方打法差不多，在里面三比一，解释打法还是比较中庸的。嗯。就从目前来看的话，我好像没有看出什么非常特别的东西。解释先出一个凤凰，然后再转先知。小明要投了，直接投狗，两传狗，两传狗啊，也非常的狠啊。不过他其实还好，他其实就是投了两传狗之后，我就直接家里面运营了，我也不跟你多搞。第二个房子还没动哦，这小明失误啦！先来一波口，但没什么用，这波口拖了一下，先回家也行吧。哎，小明是忘记自己变两个房子了吗？还说他按错了，他忘记了，他是顺手一下按错了。我感觉解释好像新版本是不是没怎么练了？不可能，他新版本练的很多。那为什么他连这家里面什么情况？哎呀，遭中了，这个暗拉停电了。他为什么连主矿分矿这个矿里面放个那个的细节都没有？电池都没放对吧？对啊，那自己理解吧，谁知道？但我跟你说，因为我看他直播一直在练新版本的，很早就开始练。我就不知道他对电池的理解是什么。但不是，如果说刚才有个电池的话，农民不可能死那么多。对，我不知道他对电池的理解是什么理解，但是他肯定是练过新版本的。好，再来咬一波。耶！哎呀，很痛啊，这个。关键是你这波打完之后，你完全被拖在家里面。三基地还要被咬掉。三基地可能要被咬爆啊！你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爆了这三 G， 哎，这个三 G 被咬爆就很痛啦，咬不爆吧，咬不爆，他咬水晶，两边都在咬，还好，什么都没有，三 G 没爆，还有的打，对，难道他对新版本的理解就是电池鸟用没有，然后我直接偷一点打一波，又被穿了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
这还打？确定他新版本打了很多盘吗？他打了，没有电的呀，因为我看他在练的呀，他直播都在练的呀，而且他比谁都练得早。川狗被串成马了。这个已经蟑螂都过来了，家里面还变了三个毒豹，这已经不用打了，是不是？这波蟑螂直接到家里面，这小明就穿一下口，穿死了，还没发力你就倒了，也是不想退啊，还想坚持一下。这个是没什么好坚持的，你根本就守不住，打都打不出来。你有电池，你守住你的二矿，你三矿怎么办？小明也非常狠啊，就不停的接兵，就要把尼波打爆，在里面就只剩了一个狗的一攻啊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关下面农民也损失很大的。好，不朽出来了。有什么用呢？没用，已经死了。农民已经打没了，就26个农民。这还有个空头房子都还没用，可能第一盘还是第一盘发挥的并不是非常好，是不是？还是不适应那个线下的场地嘛？哼，不，解释也应该说是个老将了，他也打了很多比赛了。不，他其实就是被穿狗一下穿乱的。对，他只要被穿了一下之后，神族的这个节奏就大乱，各种被穿啊！再投四个毒爆，本来就没几个农民，再投一波就不用打了。这个我说差距有点大呀，也不是差距大吧？不不不，小明直接开布管子了，他知道你很稳啊，只能打一波。好，退了。他看了，他觉得你打不了一波了，或者说觉得自己的兵已经够多了，把管退了。他保个有点高估计，而且看到。但说实话。我觉得这盘小明发挥的也很紧张，他的军完全就没有军坦的说法。他是打一波的吧？打一波你军坦也是军坦该铺还得铺。对啊，你军坦还是要铺的呀。农民又炸一波，50个农民打28个农民，再压一次，你三基地再压退一次。反正不点电池我是没看懂。他是不是没人跟他讨论嘛？就在自己在家里面瞎打。不是没有人跟他讨论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你想吧，那么多的比赛，对吧？自己看看也知道别人的。对啊，那么多神族，这个细节是稳坐的。一场隔一隔，但作用不是很大呀。基地再逼退一次，小明是肯定往死里整的。这个已经没机会了。哎呦，好了，不朽也卡在这个位置，直接脸上变火蟑螂。后面也是源源不断的兵在往前接，不朽也倒了，后面又满蟑螂过来，直接1-0。这盘完全是那个解释自己细节的问题。对，没看懂啊？什么？我的声音还有点小吗？我的声音小吗？你再拉大点啊！我觉得还好吧，我的声音。你再拉大点嘛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拉大一点，我拉大一点。他们说不小，不小呀。他们说，是你的声音可能有点大，你知道吗？我把你拉，我的声音大吗？我把你拉少小一点，你不用管，你不用管。啊。你再说话。1-2-3-3-2-1，1-2-3-3-2-1，3-2-1，3-2-1，3-2-1。应该差不多了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嗯。好，我们第二盘来到汇龙岛啊。哎，他们怎么没拉我？拉？你去跟着进来不就好了吗？好 ，OK。解释如果还是这样的状态的话，我觉得他是肯定被淘汰的。对。他们说。是录像，没有录像啊，我线下的好吧？
线下好不好？线下线下，这个比赛他们所有选手在线下打，我们在线上解说。对，他们全部都在那个网易新建的那个摄影棚里面，就是网易那个摄影棚在就在他们公司楼下，一个装修的特别豪华的一个摄影棚，他们所有选手都在里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场的比赛的尊点位啊。地图上方十一龙方向就是蓝色的神族选手解释，地图下方五点钟方向就是红色的虫族选手兔的蜜小明。看解释地板怎么打，你看他直播的时候他有没有做这些细节吗？因为现在基地里面放那个电池这个细节，我觉得是不管神族打什么对抗他都会做这个细节的。我没看懂是解释上盘的发挥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懂了吗？我也没看懂呀，就给我感觉打得很迷。小明还正常的双开之后气矿血池，比较正常的一个开局。对，解释这边单兵开矿，可能你是不是出现幻觉了吗？有什么幻觉吗？可能你看的是鸡哥的直播吧。不就是解释的，他天天晚上都在直播呀，他比鸡哥直播的还多好吗？感谢这个老仙来我签证不过的一个飞机。你要去签哪里吗？现在签哪里都不好过呀。哼，你要签哪里吗？好，还是出一个使徒。他其实前期使徒的压制还可以，就在保持压制的同时，自己使徒也能回来，这个其实还可以。不，他运营什么的是没有问题的，就不点电池这个理解我们是看不懂的，就那么简单。对，他上一盘只是被穿狗穿乱节奏了。点个电池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穿狗的，不，主要穿进去没用，咬不动。像吉姆他们现在打都是主矿上来就主矿一个电池，分矿一个电池，你投狗进去，对的，他至少也可以缓冲很久。我倒蛮期待看今天的吉姆的比赛的，因为吉姆的话，他可能理解就跟别的神族有点不一样，因为他的风格是摆在那儿，说不定又打回凤凰巨象了。对啊，我靠，解释要干嘛？要偷？先知一飞直接三矿。对啊，拼一枪呀，干嘛？黄慧敏可是要爆狗一波的，我跟你说。关键就看到了，哎呀，小明看到这个三矿了，3分25秒就敢开三矿是吧？那我对不起你了。这太偷了，这个真的有点过了。关键是先知还没飞，他就三矿已经点下去了。以前你这么开是因为有大炮台，你这么开我觉得也可以，现在你这么开不行。不，你这么开先知就不出门的呀，你不要出门的，你不要以为先知不出门就这么开就能成功。别人偷女皇也一样干你的。对啊，小明只要狠一点，我告诉你，小明肯定会狠一点的呀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。先抱个狗压一下三基地，别把你的水晶压掉，省得你出造电池。我怎么有种过来有什么用吗？这个过来，你卡住位置，你以为就能够守住呢？我怎么有先知没能量了？是打星际有种自暴自弃的感觉啊！你有这种感觉没有吗？那退了呀！你有这种感觉没有？就是妈往死里偷，然后偷到了就赢了，偷不到就输了。
啊，觉得这边有压力，放个电池。你有这种感觉没吧？他这个偷的太过分了，有点。是有点过分，这个是有点过分。好，这个时候小明可以狂补农民了，还是说要蟑螂一波，其实都可以。小明，因为解释最终他还是会出来开矿的。他要一波，他存了好多钱，按了四个房子，要一波了。也是看到了，二本也没有，应该懂了吧？要一波。但你只要你开这个三矿，我就不说开三矿了，不开都未必能守得住。你何况你开这个三矿？主要你现在没炮台了，你三基地开起来还是很危险的事。小明留了好多卵，好了，对啊，12个蟑螂，他也直接一波了。十二个蟑螂摁下去，我觉得气都可以不踩了，你反正打一波的。但他可能想续两个火蟑螂。这陷阱就算定冻住，我觉得也没用啊，还被破了。好了，一波来了，女皇还要往前走。太多了，这真太多了，真的往死里整啊！解释还不出不朽，先出一个冷箭，他还要去烧对手，好不好？打得非常偷。对啊，他电池也就出一个。至于那么省吗？你只要点两个吧，你开矿的时候不也就点一个宝吗？对吧？点两个没错的呀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差距好大呀？好了，一个差废光了所有的能量。这种怎么挡嘛？你没不朽不可能挡得住的呀。直接小狗一包就死了。这回城有什么用吗？那女王都走到这个地方来了，怎么可能你回城这个就可以握手言和？不可能的呀。现在没用啊，你这个放地堡立场根本就没用，砸开就完了嘛。他不要砸，直接把你 BY 打了不就好了嘛。也是啊，想怎么打就把你 BY 兵营什么都打了，你去立场嘛。哎，乱 A 就可以了，你没 F2A 就可以啦。这波部队根本就没有输出，穿一波狗，不需要跟你围一个，二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你不会看的是假的解释在直播吧？哎，真是他的直播呀，他很早就在练呢。那为什么会打成这样嘛？这个我感觉就两个人不在一个档次上了。不是打不来的感觉了，我有一种。哎，对，就打不来，完全打不来。他怎么出的线？我看看。他干了 Michael Said 和小坚强出的钱，二比一干的 Michael Said。就很诧异，今天 Michael Said 还把卫星摁着乱干，想怎么干怎么干，卫星被打的妈妈都不认识了。我反正没看懂这牌。好了，看第三盘吧。我觉得三比零结束了，这个差距太大了。对。小明排到解释，分到解释应该算也运气挺好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三场的比赛的终点位啊。地图是来到了粉红之都，村在地图下方线容方向的就是蓝色的神族选手解释，村在地图上方连容方向的就是红色的虫族选手兔的蜜小明。那这个图呢，相比于刚才两张图呢，稍微还是会远一点。对，远一 点就是这个，对，稍微远一点。而且怎么说呢，从开三矿这个角度来说呢，也对于神族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，还是可以开的这个三矿。
杰森是单兵看、哎、他只要不要再被什么穿狗这种一波打死就没什么了。不是，问题是他第一盘被穿狗打死，第二盘是死于偷，对不对？对，感谢这个你肯定考不上研的一个飞机。哎呀，考不上的呀，研究生也很难考的呀。研究生也非常难考，各位。这盘怎么打了？就我说解释刚才那个开局，就上一盘的开局，我就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，就是我往死里投，你不打我一波，我就偷起来了；你不打我一波，我就积极，就这种感觉。你是不是？哎，你看小明，哎，打这种解释这种，他觉得自己的实力比对方强的这种就很稳，你发现没有？虽然占了优势之后的确非常狠，但是前期都很稳，就不拼。小明还是一个很职业的选手，这是真的。他对自己的他自律性很强，非常强，包括作息时间的安排什么的。这点还是普通人很多都做不到的。任何一个职业选手变强肯定背后是有原因的。嗯，你变弱也有原因。对，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变弱的。现在我觉得小明打了两盘之后是不是觉得解释漏洞很多啊，细节也很差，然后每盘都打凶一点。就看解释这盘怎么打，解释还没发现自己的科技建筑啊。VC， 这个 VC 有点像是要投白球的这个感觉。对，又说我声音小，我声音不小啊，我声音不小吧？哎，不对，你再开大点嘛。喂喂喂喂喂，好了好了，我再开一下，我再开一下。现在呢？现在呢？可以了呀。还是小啊？还小吗？我一会儿再调吧，一会儿再调。这场比赛打完了再调啊。嗯。他声音没有激情，这种一波就摁死的比赛哪来的激情嘛？你让我怎么没有激情？哼！你以为小色是黄健翔呢？我也是个正常的解说呀。你们上来就让我假高潮，这行不行呢？假高潮，是的呀，我演不出来呀。这解说这种激情也是伴随着比赛的精彩才能够发自内心的喊出来的。这倒是，你这一波就打死了，我怎么那个激情嘛？解释这盘选择了一个比较中庸的打法，投引刀，投白球。不，这个打法呢，其实也不错。哎，就比较中庸嘛，说白了。那中庸点好，中庸点好。我是感觉解释现在应该还没有适应过来，这个就没有母舰核心的这个弄法。怎么开这个矿，对吧？对。打法还是之前的版本的打法。我说还是缺乏思考性。但我看他练可能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啊，又被穿进来了。我说他练可能就是还是那种就是稍微练一下就好了。你有这种感觉没有？引刀还没过去，眼虫都在变。不是，他练的给我的感觉应该是那种没有目的性的，就反正我就打打天梯嘛，就打，对，打打天梯就练了，就这种。没有针对性的去练习，这个也很伤，就缺乏思考。你针对性的练习，你就要想这个时候你版本的优劣是在哪里，你要怎么开这个矿，你天天去思考。小明觉得没有压力，绕了波狗出去去打三矿，是没压力，你就两个白球，他有什么压力？三基地要被咬一次？哎，不会吧？先咬电池吗？这个有点狠、啊。咬电池啊！电池其实血还是挺多的，400点血。200的盾，200的这个血量，这小喵直接当了一波了。哎，这一盘解释总三 GD 开了起来了吧？不是，我就怕待会儿到小明蟑螂一波解释一波就又倒了。
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我觉得不至于。这一盘的开局至少是平平稳稳的开局了。基本功还在的呀，凭什么一波就倒了嘛？少个炮台就倒了呢？没道理的呀。只要有这个能进在，我觉得小明现在就很难出门。这个临近还是哎来了呀、啊、这波、啊、我告诉你不好说啊，这波有点凶的，战斗人口差五十，对，就学书本的六分半钟，你这边就一个那个充电宝，多点两个充电宝、啊、又被劫了一波哨兵，哎呀，我觉得真的他多点两个充电宝不就好了吗？这家正面一个充电宝都没有怎么办？这哎死了，一波顶死了，就这样，我真的看不懂了，这打毛啊，这上海一日游呢。好，这两把引刀还立功了、啊、不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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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不朽，引刀立功了，还可以啊，挡住了呀，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，很危险好吗？小明还要后面接兵，让你怀疑几时。哎，这出来干嘛呀？告诉你、哎、这蟑螂还是有点多的，他正面没那个，白球也倒了，这他正面没那个东西，还是这个问题，他正面没有电池，你点三个电池不就好了吗？引刀，他有眼虫的，上面没过来而已。你家里面穿死的呀、啊哎呦，我就这哎，这个差距怎么会那么大呢？我看不懂呢，这个比赛。